好，欢迎收看《加论》，我是杜詹林。从2022财政年开始，吉隆甲栋的种植园面积增加了30%，主要是因为两项投资：第一是将 iGEM 种植股权增加至95%，第二则是握有印尼 PWS 60%股权。iGEM 种植每年生产90万至110万公吨鲜果串 ，PWS 股权也可换来大约10万公吨鲜果串。因此，从2022财政年开始，克南格特王研究估计，吉隆甲栋每年的鲜果串产量会提高到500万公吨。行家将该公司2022财政年原棕油价格预测提高到每公吨3800令吉。大豆油丰收或可能造成原棕油价格走软，但是在供应恢复和库存改善前，油脂市场供应依然吃紧。行家提高目标价至30令吉，维持超越大市评级。